我们现在到这个24小时营业的超市。哎，不对啊，好像关门了。哦，忘了，今天是星期天，星期天它不是24小时开门的，星期天它就是下午4点半就关门了。我本来说去里面买点吃的，算了，咱们就在这停车场停车吧，今天就在这里扎营了哈。本来说去买点好吃的东西，算了，咱们车里还有点泡面，今天晚上就吃点泡面解决了哈。咱们找一个角落停车。去那边啊，这边车比较少。行，咱们就在这儿吧，就这个角落哈。现在你看这边就零星的几辆车哈。行，咱们今天就在这儿露营了哈。咱们就在这里把我们的床铺好，咱们就可以在这里休息。今晚就在这里睡觉了。明天早上咱们去那个刚开门的，去里面上一个厕所，去买我们的早餐。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的爹。现在我 刚才去那个超市，结果关门了。今天是星期天，像英国这边星期天的话，都是不管是24小时还是不是24小时，都是下午4点半就关门的，所以今天没有注意到。说刚才去买点吃的，结果跑了个空。好，咱们回到那个了。然后我这里是那个我的浴巾，今天去那个健身房洗了个澡嘛，把它晾在这里。我这里就是一根那个橡皮筋一样东西，一根绳子放在这里，可以晾一下。那呢，可能第二天早上就已经干了，这个是速干的那种，户外用的，所以非常方便。好，咱们这个桌子弄好哈。现在该吃晚饭了，虽然没买到什么好吃的，但是咱们还有泡面可以吃，还有那个豆腐乳。今天就吃那个泡面加豆腐乳吧。OK。是不是很方便，我这个小桌板。然后这是平常的时候，我比如说我中午休息啊，或者是就临时休息需要快速的在这里弄个桌子，吃点什么小那个简餐之类的，就可以用单独用这个小餐盘就可以了，不需要把那个电脑桌。我这儿有一个电脑桌哈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我那个电脑桌是放哪儿呢？看这里吗？我把灯拿过来。OK， 我电脑都是放这里的，这里刚好这个模组收起来之后，这个空间哈刚好可以放我的那个折叠电脑桌，然后我用那个安全带这样把它卡住，卡在这里就可以把它牢牢的固定在这里了，所以咱们开车的时候也不怕它掉下来，所以很巧哈，就是巧合，各种巧合遇到了。然后我平常要用那个大桌子的话，把安全带解开，然后直接把这个折叠电脑桌拿出来放上面，然后把这个绳子挂在这个脚上面，然后再把它挂在这个那两个螺丝上面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来看哈，其实很简单，这个结构就是用这样一个绳子挂这两个螺丝上面，然后这边的话直接搭在这个餐盘上面就行了。然后下边有那个防滑的，我这贴了那个防滑贴，所以放在上面很稳，它不会动，不会移动的，所以放心大胆在上面多吃的。
好，咱们开始弄吃的哈。好了，把采光灯打开哈，等它慢慢煮。反正要干等好像很无聊哈，咱们找点那个娱乐项目吧。我们的娱乐项目来了，娱乐项目什么呢？就这样一个显示器，这个是我之前用的那个显示器嘛，后来坏了嘛，现在我们把它修好了，咱们那个把它连到那个充电宝上面哈，然后用这个锤子手机，用那个 TNT 系统，咱们来玩玩 TNT 系统哈。那怎么进入哈？OK， 进入 TNT 系统了，咱们可以这样在那个手机上面操作，然后可以那个可以看片儿，看点新闻吧。怎么样？这个大屏幕确实爽多了哈。行，咱边煮着面，边看那个看片儿哈。这是咱们的娱乐活动今天的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可以玩游戏哈。我都有那个一个蓝牙键盘，咱们连一下，看能不能连手机，来玩玩游戏。嗯，先打开。好，有电。然后蓝牙连接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玩那个，玩点那个街机游戏哈。街机游戏在哪里？它这个好处就是说，它用的软件和这个手机就是同一个软件。你并不需要那个再下一个另外的软件，买一个就这个吧。我这个街机模拟就比较烦，它是一个免费软件，所以就很多广告。试试啊，投币。哎，不能投币吗？哪个是投币？好，这个投币哈，把声音放大一点。他通过手机来。Commando，Commando， 差不多了啊，开始，嘿嘿。这是哪个呢？给警察吧。很久没有玩了哈，这个小时候非常喜欢玩的游戏。这个跳是哪个？还是这个跳？好，给大家看一下我是怎么连接的哈，就通过这样一个 Type C 的那个底座， Type C 底座后面它有一个接口嘛，接那个 HDMI， HDMI 我直接接这个显示器，然后这个电源线的话，我是直接接到下面我这个充电宝的。这个是40000毫安时的，这是18瓦快充的一个充电宝。我经过它，经过了一那个什么，经过了一点点改装，改装之后，咱这个就可以用那个这个显示器就可以用这个充电宝来供电的，所以非常方便，并不需要用到那个移动电源，因为咱们移动电源的话，它是通过那个什么通过逆变器，所以中间就没有一个损耗的过程。所以目前我用的还不错的。也另外也是费用利用嘛，这个反正这个屏幕也是那个大概十几年前的一个笔记本的，那基本上是没用了，所以这个屏幕的话就把它利用起来。好，咱们吃面哈，现在也凉了，放凉了。好，现在就简单的吃点泡面哈，明天再去买点东西。
就是西海岸，你看，我跟你讲，正宗的西海岸，正宗的上面。就哎呀，太好了，就是他们第一次办那个双十一晚会，就找了我们。